选择光晕工具，在画面中拖动鼠标，创建光晕图形，按住 Ctrl 键，在画面空白处单击，取消选择状态。先创建一个光晕图形，然后在画面另一位置单击并拖动鼠标，可以创建一个完整的光晕图形。双击光晕工具，可以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调整参数。可以像编辑图形一样编辑光晕，对它进行缩放。